这么多银子，李莲花，你这是发财了是发烧了？马上要动身了，不做好准备，怕是要饿死在路上。拿去买干粮吧。不需要，行，不需要，那正好吧。哎，难得铁公鸡拔毛，确实不公啊。嘿嘿，我这就去镇上采买。对了，店长阿飞，回来好好查查他。 好多新鲜的蔬菜呀！李莲花，我与阿飞尚有私事，不得不走。特留此信告知，不算不告而别。哼，你这个滑头老狐狸！ 我并非老狐狸，也绝不滑头。此信乃是劝诫吴远摩要赌气咒骂，当速速离开此处，迟则生变。我心里才有鬼呢。信我绝非有鬼，请去莲石号一探究竟。我已点燃信烟，你小鱼即刻要来抓你，速走，速走。莲花，我问你不共戴天。